妙不可言，汇集一方。哇，飘雪庙会！本期飘雪一家人将与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一起赏庙会、郭氏毛猴、面人狼、剪纸、品民俗。它叫双澳之城，和谐冬澳。这个头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我有点恐惧。我跟你说，盲人摸象，这就能看出来是象，我都懵了。享盛宴，好香啊！体验民俗冰上运动。哇，奇迹！站住你，都上我这个椅子。这是我好不容易凭实力拿来的。哎呀，太兴奋了，我快大叫啊！了解非遗项目的故事，这个就是奥运花束吗？没错，我觉得也要有更多的人去继承我们这些非遗的手艺，这也是文化的传承。飘雪的日子来看你，每周六晚黄金档，敬请期待。